他是那个什么吗？他是 Claire 咯，他的电话。我已经医院给这个水疗给医院了嘛？你可以 access 医院的 email 吗？你可以，你叫李念。我现在在外面，Hello， 我现在在外面啊，我要等一下。
嗯。